们今天来到新宿的哥吉拉 Store， 带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商品吧。从新宿三丁目 C 1出口出来，只要三十秒钟就可以走到新宿哥吉拉 Store， 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我后面的这一区呢，上方是有很多哥吉拉的模型，还有跟他战斗过的怪兽。然后在这边呢，有一些限定商品，还有哥吉拉造型的小物哦。这个是1954年的哥吉拉模型。如果怕房间干燥的话，这边还有卖哥吉拉的加湿器。时尚托特包。这是1974年 Mega 哥吉拉头的复制品哎。这也是店铺限定专区，只有在这边才可以买得到哦。I love Gojira。 这一栋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玩景大楼里面哦。这里也有小朋友会喜欢哥吉拉跟三丽鸥合作的限定商品哦。穿在身上跟戴在身上的东西也少不了。你看这个刺绣感十足的外套都有哎，超屌。想要把哥吉拉吃下肚吗？这边有很多哥吉拉的欧米茄。哥吉拉跟你说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。竟然还有哥吉拉的爆米花，好可爱呀！如果你上班上课想跟哥吉拉相处的话，这里有很多文具还有小物。哎，这眼罩真的蛮配的，各位。帅啊！这一区是有传统日式绘画风格的哥吉拉文具。这是最近的动画《哥吉拉怪兽霍星》的专区哦。这边有贩卖哥吉拉的头套哎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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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上就是新宿哥吉拉商店的介绍啊！我是鲍勃，我是王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Welcome to Gojira Store。